听咱算说，你受伤一回，唔去关心些装备。有咱算照料，我不用担心，我可自立，万免你操心。因为求良之力觉醒，而有恃无恐，唔是未来王者该为之事。现在你是在教我吗？你怎能何事跳出来？眼红连续针对两次威杀，不是杀武之鬼，就是全军覆没，就是种冒险的事情。本可交由多国的定阳军亲身素质，但最后我大伤伊，可是早期就加入麒麟飞行员啊！你不担心？一个是灭家祭祀，一个是九界乱丸，若非派出精锐，便已致你死地无影。你的决定正确，这可是你的基业吧？现在是你的。放心，这是多杰在意的纪念会，我有分寸。当然，背叛纪念会人，我未会想富贵。关起公也不能死，我是讲未会想富贵，无讲未阿爷命。就像现在，咱也需要老千岁协助。回松宫进入北平洪武江后，要在此地联系困难，和我尽量。但所以台币可不就是你的红旗？要打破僵局，先个府就必苏东。若北平洪武决定先走北纪念会，你如意算盘我就失好了，以备真自信，因为你即使你会动摇吗？